露水夫妻见光就散。就在刚才，我见证了一段婚姻的破裂，夫妻双方都陷入婚姻内出轨的泥潭。事发之后，撕破脸皮的双方都在埋怨、攀扯对方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，让人丝毫想不起他们婚姻最初的恩爱。这些年，国内的离婚率越来越高，离婚的原因层出不穷，但最多的原因还是出轨。三年之痛，七年之痒，感情倦怠，婚姻疲惫，于是在婚姻墙内的人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感情淡了，是不是选择错了，是不是该抽身了。这些疑问在脑间徘徊时，曾经美好的回忆、可爱的孩子、年迈的父母、他人的眼光，这些种种都在牵制着那些放飞的思维，在控制着出格的想法。在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之间，两种想法的博弈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当平衡被打破的时候，婚姻也就岌岌可危了。那打破平衡的是什么呢？是有出轨念头，到时候正好有个出轨对象，也就是情人。有人出轨是为了寻求刺激，有人出轨是为了报复老公或者老婆对自己的漠不关心。不过带着目的出轨的人，只要不被发现或者不被戳穿，是很难产生离婚想法的。怕就怕碰到那种不经意间碰到的天雷勾地火的所谓真爱。真爱会让你肾上腺素分泌失常，真爱会让你判断出现失误，真爱会让你迷失自我，真爱会让你看不见家庭和家人甚至自己。于是为了真爱，你背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，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。你沉迷于婚姻很久没给你带来，或者从来没给你带来激情。为了这种感觉，你说服自己用各种各样看起来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丑陋，然后变成了错的不是你，而是这个世界。毕竟真爱没有错吗？然而这种真爱能坚持多久？你能保证你以后不会再碰到下一个真爱吗？到那时候，你再一次放弃现有的感情，必会陷入无限的循环中，出不来也进不去。人生中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身份，有的人只是和你擦肩而过，那是路人；有的人能陪伴你过一段时间，那是过客；有的人本可以陪伴你一生，却因为你中途改道，终究会和你分道扬镳。